smack crowns and make the whole club black out with mad style. Do it big, rapping, hard, and hard, and let the people do they wanna back down. I smack crowns, make the whole club black out, ass style. Do it big, rapping, make the whole club black out. 我觉得关的对线是会被惩罚，但是他的团战真的有太难限制哦，他可以直接这样从后面走出来，他是关。因为他是关没有关系嘛、直接纳而跳跳，大家被剪爆了，没有关系啊，就怕我的剧剪，一直剪，再剪再剪，剪烂，真的是剪不如飞啊！跳来，我要来抓东山，但是老练的东山会这么轻易的被 gank 到吗？没 Q 了，没 Q 是机会，没 Q 了，会这么轻易吗？啊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感觉他好像可以尝试看，我想让你吃这只小兵，恩硕想止吗？要止还是不止？而且看起来追天是想卡这波线的，勾到了。这可能要逼招，飞过去挂点燃，恩硕交闪拉了个灯笼，欧拉夫准备过来，哈拿一来准备丢自己的逆流投资抢头，啊 ，kill secure， rest 有闻到味道吗？怒气其实是并不好的哦。先睡吗？睡到了。两段式的跳跃跳回塔下，打了一个新位白转，逼出了一个闪现，他接着五项龙吟命中、哦，直接带走。哇，这个重击 Q。Rest 尝到了被制裁的滋味。哇，这边其实敏智是比较快一点，李信没有那么快，但是这个位置敏智有睡到，然后阿智也是捡了一套爆发。这个位置其实往后两段跳被睡住之后，这个 Q 再命中，展现哇，哎呦，这个好美哦，漂亮哇，没关系，恩硕你送你个头没关系，我作为代替你的打野，完了。鸟人被剪了，东山倒地了，哇！鸟被剪了，完蛋了，屋底要被剪，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开剪开剪，啊，咔嚓咔嚓，然后勾了石像跑了，哎，柔一 king 啊来了，东山我们好好的看，还你一个清白，啊，勾没勾到，被睡到，完了 TP 下来，然后他以为这是一个单打独斗，但殊不知后面那个阿兹出来剪剪啊推、被阿兹的领域给挡掉，完了。不过是没闪的哦，追战队要来报仇了。先挂领域，等领域结束吗？拍到，晕到，然后诸神黄昏直接变红开打，最后的一滴但是没中，交了闪现补一下普攻，最后还是将阿哲的人头给收下。哇，这波这次有勾到了，不过恩硕过来了，一个太阳圣剑直到了哈娜的身上，不过哈娜的话还没有开，他现在才开，他有点晚了，直接被一个给库给踹死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乌迪表示干我什么事情？被 K2 直接也是带走。然后又是这个熟悉的位置，屋底勾勾到红 buff， 不过这次毫无顾虑的一直推，因为他们都有在野区看到的。这里看到人了，直接推回来，之后敏智没闪的，有表的，开了一个表 TP 准备下来，但欧拉夫想要把人砍了再走，这边砍完人之后再拉灯笼撤场，阿兹 TP 下来，身上是还有飞针走线的，看一下怎么交，这个 R 第一段没中。但是闪现过去了一个日轮上网，直接命中乌迪，看起来乌迪应该也是要倒地了。哇，这个 TP 是夹的耶，稍微慢了一点，但怒气不好，反倒是直接跟上了一个虎啸龙吟击杀掉的哈娜。哈娜倒地 ，Mission 已经没有自己的空杀防壁，往前 race 先挡住了虎啸龙吟，接着很深的一个追击局面，虎啸龙吟二段 Q 飞进去，但最后的话想要来硬换伤害，是拿下了两颗人头，是由东山的 Double Q 作为结尾了。我觉得这波 Bajaya 追到这么后面下的兵线。所以这波团不管怎么样，回家就再少一个。但我觉得敏智其实他如果第一时间有按到惊人的话，又被推回来，可能这个团他有就再多打一些输出。因为李信从左边来，反正他这边被欧拉夫直接秒了，拉灯笼走了。这个位置其实本家想要留人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但是杀完辅助感觉就要退了，感觉就要退了。但反而是这个位置，你可以看到第一时间 K2 没有要拦，然后被 TP 一拦，那反而他没有退路了，没有退路了。他往上打，那就是只能进到追进的野区里面，然后被收掉。对，然后接着的话就是追战队的追击局面了。这个有点太深了，他们变身那边如果要打完撤退，就只能往下走，看能不能杀小 B。但他们往上打的话就没有机会，等于是有半血咯。这前置作业大概做了60分左右，一个太阳圣剑先勾。哎呀，这个 Q 啊！但是勾到的是恩硕的身上，接着阿智的进场，蜜选交出了空杀防壁，但后面小 B 的伤害直接爆炸，来了一波烟火爆炸之后是拿下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瞄准他的缺口继续的追击。哇，小 B 表示拿钱就是做事。这波其实他们一直在 poke， 但他们反而选择开了，然后恩硕这里的 QR 有那么一点慢，反而是让 Rest 跳走了，所以这边跳走，然后这个一推，哇，推到这个大绝上开烟火，哇，烟火秀砸下来，我叫他直接爆炸。阿智还想要回血，不过这波完全是小 B 自己从后排的切入。我觉得是本家打得不够冷静啊，就这个位置恩硕往前的 QR 是
啊，是有人忘记捡吗？应该是有人忘记捡。这都很忘记捡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对，我捡的，不是我有我的队友捡的，但就是没捡。哦，特别还给了一个镜头哎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啊？他是我给忘了。哎，这个预示者我给忘了。现在的话是不是有点皮啊？恩硕迷路了，另外被狂笑猛击直接推了三个人回塔下，拉了灯笼准备撤场吗？恩硕表示我路过，第一次打辅助啦，拍水啦！你们不要这样子，我第一次玩啊，交了个闪现，但 Mission 想要赶尽杀绝。第一次玩这只啦，哈娜过来了，直接双板斧由 Mission 把恩硕给插死。在左边，阿智能够拯救世界吗？都到了，要秒吗？李信能够偷巴龙吗？看一下李信的位置 ，Q 到进来，哎呀，没有偷到巴龙。不过后续的话，再摸眼上墙，这波团战看起来是 JT 要来全灭了，直接把 BJD 这个中野给击杀。然后屋底还有灯笼，准备随时可以救。日轮圣芒有定到，小 B 是没有进化的，不过拉了灯笼，这边想踢小 B， 小 B 交出了一个闪现。接着的话，哈娜被留住，从侧边进场的一个东山，还有 Rest 的一个怒气，非常好。狂笑猛击直接晕到了两人，然后小 B 也丢出了一个大招。接着的话是 Misha 的空杀防壁，直接把对方的人给推回来，由哈娜收下了一个 Double Kill。两人是跳过墙。正面恩硕没开到啊，他是开了个 AD， 但是这个位置发得很漂亮，然后小 B 也是及时按了闪现，所以这个位置小 B 没有被踢回去。然后侧面 Red 的进场直接翻到两个人，敏智这边也必须要按闪现逃脱，那这阵型就会分散。侧边东山找到一个好机会，直接滑进去，把人全部推往后推。那这个输出左边，我们至死方休最后一搏，但帮对方打龙打了很多血量，家里要爆炸了，追粉都进去了。最后的话还是拿下了火龙龙魂 ，Rest 直接跳上去准备要来变大，勾是勾到了敏智，接着是变大的 Rest 狂笑猛击在哪里？哎，好像推不出来，不过空杀防壁是先推出来了。那接着的话在上半部追进是直接收光所有人，再跳过去，不过自己有点皮，要被换掉了。Rest 的日常要不要狙？要不要狙？接着的话李信想想换，但是最后换掉了一个亚菲利哟。可以狙吗？阿奇尔 TP 了。应该还是狙的啦，对，还有东山的扛着前面的一个输出位，把第二座的梅亚塔给拆掉。28分钟，追战队还是准备要来拿下这场比赛了。虽然说 K2 很痛啊，不过只有他一个人痛也没什么办法呀。